前进。深厚的主持功力使现场气氛穿梭于紧张、幽默、乐于学习、恍然大悟的流动中，经由主持人的带动，文字之美超越千金，更加生活化，让益智节目兼具娱乐与教育。恭喜一字千金，恭喜成成哥。不好意思，同组的朋友 ，sorry。这个节目九年了，很高兴，谢谢公共电视给了一个这么好的优质节目的平台，让这节目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个优质节目。然后也因为自音自行真的是一个颇麻烦去喜欢他、去理解他、去爱上他的一个九年呢。九年国教多难啊，九年孩子都多大了，九年下来这个节目伴随着很多人成长，很高兴全能制作公司，谢谢王军王制作，也谢谢我们现在的朱莉，给了这个节目很多很多的活力，让一个学习文字这么枯燥的事情变得有趣。那也谢谢他在我很喜欢研究文字的同时，利用文字跟所有人交朋友。文字是案头山水，我很喜欢文字里面的世界，喜欢文字所营造出来的感受。在我们节目里面，你看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在节目里面写字，有些人写的工整俊秀，有些人写的真的是耐人寻味。但是大家都想把字写好。我希望这节目能够继续伴随着许多人，让大家觉得写字原来是一件很有灵魂的事情。谢谢有家人的支持，再次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颁奖人，恭喜得奖者。